长焦是焦里细而长的胶皮，胶皮颗粒的高度大于直径。长焦削球时，往往使球产生反方向的旋转。而平击球则使球下沉，并且在左右方向上晃动，其多变的效果令许多高手头疼。这种胶皮的回球颇为不外，从而打破对手惯常的动力定型，以让对手不甚适应，从而取得比赛的主动。